好的，因为两个人进步都很大嘛，所以呢，我可以给每个人都会奖励，都会送五个小电视哈。待会儿等我下播吧。也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音痴对决的直播活动啊，给大家唱一个歌曲。爱情的尺度是最美的瞬间，我要换话筒了。什么铁达尼的经典，罗密欧跟朱丽叶，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，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。曾经我们都很坚决，爱了就不改变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就结束这一切。No, 我不要说再见，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，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。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，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，只是在幸福的画面只定格在一瞬间。那些慢吞吞悲情的音乐，曾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，曾还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让爱变得表面，真的不要说再见，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。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，不用抱歉就真的再见。如果有爱情的终点，我们只能说再见。